我就说罗烨怎么像变了个性子，明明可以三个女子三个男子各坐一辆车，现在还花钱多买了一辆车。嗯，这样的分配难道你不满意吗？倒是皆大欢喜。这就是罗烨的精明之处了。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问。之前赵小姐一心一意喜欢你，你就没有一丝一毫喜欢过她？从未。那你有多喜欢我？你感受不到吗？我是要你亲口说。追过月星千里万里，写一生最浪漫的诗句，你是我未遇到的风景，未动过的心，不知何起。亲口，你听到了吗？亲口，我说的是这个亲口吗？李清风，你现在怎么变得如此浪荡轻浮？你是我不敢猜的结局。嘿耶。